中午喝了六一碗。快照片，你俩都出字儿，八十一。我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啊，我都睡觉了，我有朋友说给你100块钱，你帮我送十里，我找我对象。我说是他你家，啊这边啊没人了。然后我还逆行了一下，逆行都得扣分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是中午喝的，但中午喝的时间有点晚，我3点多了。嗯。喝的什么酒？喝的白酒。这点啊，就感觉。白酒多少？喝的不到一斤吧，一斤是一斤吧。啊，酒驾的话，驾照吊销吧。酒驾不吊销，但给我半年。不是，我还能开车吗？半年不能开车。对对对。那醉驾怎么处理啊？5年之内不允许考驾驶本，吊销，5年啊，5年以后你重新考试。这个交警刻骨铭心，我真的不管醉驾酒驾我都认罚，吊销了就吊销了吧，反正这一辈子这个教训是记住了，没办法怪谁啊。